现在也被暂停了吗？防疫警戒，居家上班，停课。戴上口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场新冠疫情已经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造成很大的变化。不只是医疗健康，还有教育、民生、经济、文化，都有很深很长远的影响。一部强大的超级电脑在这个时刻能为大家做什么？这是科学家、工程师、研究员都在思考的问题。今天由台湾国家投资最新一代的超级电脑台湾三三号将提前上线服务。台湾三的超级电脑群一号、二号、三号是我们台湾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超级电脑。如果我们看超级电脑是一个火种的话，在台湾这片土地的大家就是点燃这个火种的火花，让火种能够发光发亮。相信比台湾三更强大的是这座岛上面对逆境勇敢无惧、不计得失、无私大爱的台湾人。我们希望这个光能够带领我们一起走过这个困难的时刻，更希望这个光不仅是照亮台湾，更照亮世界。我们诚挚地邀请大家成为台湾这个岛屿的光。